人的一生就像是被放飞的风筝，努力想飞得更高，飞往更广阔的世界，却被冥冥中的丝线牵着，走不脱。等到风雨一过，牵着的线松了，断了，我们也飞不动了。此刻，才无比地怀念起当初的那份牵引，因为线的那头，住着亲人。今天朝雨和你分享喇嘛哥的故事，题目叫《这一生那么快》，邀您共赏。那年妈妈还很年轻，我陪妈妈去看她年迈的姑姑，我们骑着马，驮着两袋土豆，走了两天才走到了妈妈的姑姑家。那片草原比我们的草场还荒芜，通往老姑家的路长满了芨芨草，冷不丁就惊飞一只野鸡或者野兔。我能感觉到妈妈惊恐的样子，他紧紧地搂着我，不时地安慰我，不怕，马上就到了。即使那样，我们走了三天。那时候我七八岁的样子，忽然觉得自己是妈妈的保护神，瞬间就高大起来。我故意大声地说话，不在乎的样子，妈妈的目光里都是欣慰，她一定觉得有儿子在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人，有时候就是一瞬间就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我从那种桀骜不驯的状态里剥离出来，觉得世界上只有我才能保护了妈妈。妈妈是个小女人，是个害怕夜路和野兔的女人。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了担当的时候，男孩的心里一定住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老姑家的生活很不好，他们一定以为我和妈妈不是来看长辈，是借他们的粮食，还是偷他们家的羊油，因为几个媳妇看我们的眼神冰冷得像冬天的旷野，赤裸裸的不屑和嫌弃。妈妈刚一起身，她家有个胖胖的女人就开始拿起笤帚狂扫。妈妈在路上说起她的姑姑都会流泪，她说她梦见姑姑被丢在风里，那可是暖过她童年的姑姑啊。可是当我们把两袋土豆当成看望长辈的礼物放下的时候，我妈妈的姑姑，我的老姑，脸色就十分难看。她拄拐杖的劲儿，我都怀疑是不是随时都能像野马一样奔向远方。她恶狠狠地骂经过的狗和羊群，哪里来的穷兴起，哪里刮的黑旋风，土豆喂饱的羊流口水，瘦马驮来的人全是灰。我那时候才七八岁，我都听得出，这话是专门为我和妈妈量身定做的。我的老姑没当个诗人真是屈才了，瞧这指桑骂槐的劲儿，全部押韵。母亲那时候肯定很失望，他日思夜想的亲人其实是嫌弃我们贫穷。人穷了没站的地儿，皮袄烂了没放的地儿，千真万确。本来我和母亲放下土豆就可以刚骨地转身离开，那才是我们该有的气节。我们跋山涉水都经历过了，还怕细流矮坡？可是问题就在这儿，我们的马不合时宜地病倒了，在寒风中哀哀地望着我，那眼神大有要客死他乡的意思。
妈妈一方面受了这些冷遇，一方面是心疼这匹马，它可是我们全家生存的唯一体力劳动的支撑啊。妈妈偷偷地抹泪，迎着风哭。我们无能为力地等马自己好起来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厚着脸皮假装听不懂的样子，无辜地看着他们。老姑毕竟和妈妈感情上还是有的，等她凶神恶煞的儿媳妇不在的时候，偷偷地给我半拉奶酪，一个酥油饼。她也会偷偷地安顿母亲，还是那么没心眼，你穷成那样，就当我死了，剩下路费盘缠，给板顶买个鞋穿，也比看我实惠。妈妈就埋在袍子里哭，她一定觉得她的姑姑活得很委屈，就像我们的那匹马一样，看着她生病而无能为力呀。我们临离开的那晚，我的老姑从一早上就和她的儿媳妇们在商量什么，应该是一场谈判，因为我看见他们每一个人表情都很凝重。最后老姑威严地把大家叫在一起，那口气好像是和大家商量，但基本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我的侄女高娃从遥远的腾格里来看我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们没有表示吗？我妈妈就知道哭，使劲地摇头，打断老姑的话，不要不要，我们有，就是来看你老人家，你安康吉祥，就是长生天的恩赐。老姑闭着眼大声呵斥母亲，高娃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，闭嘴。场面一度沉闷，我一个小孩子都觉得空气里都是眼神和眼神的火花，刀光剑影。老姑家的儿媳可能没有想到她这个婆婆威严起来如此的高冷，不情愿地回家找东西去了。尽管第二天我们黎明时出发，母亲偷偷地把老姑邀下来的东西用哈达拴在马桩上，妈妈说，我们就是来看看姑姑，不是要东西来的。现在妈妈不在了，我常想起她来，想起那些细碎细碎的往事，眼里总是会溢满泪水，眼前总是那种瑰丽的景象，带着青草的味道，就像电影的回放一样，木碗的花纹，马身上的汗味，从脚下到天边的荒芜。妈妈给我讲了一路她姑姑的好，她完全没有任何恨意，也不允许我埋下恨的种子。我的些许微词都被她辽阔的胸襟融化在漫漫的路上。妈妈的脸上是幸福的笑脸，你老姑能给自己做了主，我就放心了。她甚至给我学着老姑的样子笑着说，我的侄女高娃从遥远的腾格里来看我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们没有表示吗？这一生那么快，转眼间最亲的人都已经远去了，我在一个人的路上跟谁说这些想念和往事？亲人走了，我们就是一颗身不由己的草籽，被风吹到陌生的他乡。那么还能有什么办法？
年轻时候的我们眼里总是有太多的繁华，等到岁月散尽，却发现自己看尽了世界，最放不下的却是车票最早出发的地方。这一生那么快，不懂得岁月的飘摇无情，不会懂得亲情磕绊，才是你这一路看到的开得最美的花。把这篇文章分享给电波另一端的你，与你共勉。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欣赏更多精彩图文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心情。我是超宇，咱们明天见。